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。高雄市振兴国中童军团参加今年度的节电戏剧竞赛，以谢家大作占据捍卫伊甸园获得佳作。这个作品以面临政府限电的家庭为背景，透过一家四口对用电习惯的检讨与改变，分享了各种家庭省电秘诀。让我们一边欣赏表演，也一边偷学个几招。谢婷婷精神涣散地看着电视新闻，边滑着手机。欢迎收看节电新闻，我是主播子瑜。全球气候暖化使得北极的湖冰面积不停缩小，让我们看到画面上的这只北极熊。谢小蠢欣喜若狂地出现在客厅，对着谢婷婷喊：“哥哥哥哥，我们来玩垃圾袋忍者！”好啊好啊！谢小蠢和谢婷婷换上一身劲装，开始忍者间的对决。电视里出现了丧尸电车的画面，一个没有电的世界。电！给我电！谢妈妈皱着眉头，紧盯着客厅关闭的冷气。哎！谢爸爸快速地打开门，提着一个袋子，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门。大家赶紧听好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得赶紧让咱们家的白炽灯泡换成省电灯泡才行。怎么突然要换？还没听说吗？政府开始限制用电量了。限制用电量？每户限制为150度电，只要超过1度，全家人就被关到拘留所1天。拘留所？所以我们现在得更加被提升用电，不得再有任何的疏忽。爸爸，没错，妈妈。而这个省电灯泡比传统的白炽灯泡省电60%以上。哇！希望大家谨慎用电，绝对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。那么，事不宜迟了，事不宜迟了，走！耶！妈妈和小蠢把全部的灯泡都换好了。Let's go， 省电省电 ，All night long。刚刚终于换完所有灯泡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怎么省电呢，妈妈？啊，隔壁的老蔡说，据工研所统计，待机电力占家庭用电的7.4%，不使用待机电器时，拔掉插头也能省电哦。待机电器是什么？待机电器就是像电视、微波炉、冷气这些有液晶文字显示和灯号显示。需要低电流来维持运作的就叫做待机电器哟。那我现在去拔电视插头，慢着。短时间不使用到的电器，只要关闭总电源即可。如果呢频繁拔插头的话，反而会弄巧成拙，造成电器的使用寿命降低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像这台微波炉，我很久都没用了，就可以拔掉插头。哦，懂了吗？我懂了。那我们去拔掉插头吧。走。耶！省电妹妹。趴在床上抓把，还没射，哐哐哐！啊，那结果啦！哎，电脑不用关了，不关掉。我等一下打通了。不用的时候就是要关成休眠状态啊。如果关成休眠状态的话，可
可以比待机省97.5%的电哦。哇，效果跟关机差不多哎。还有，把电风扇转过来面向墙壁，这样不仅能够减少白天储存的热能，更能够循环房间的冷空气，让房间更凉爽。所以呢，冷气不能调这么低。啊！调高几度？滴滴滴。每调高一度，就可以省6%到9%的电哦。哇，妈咪真的很厉害耶！没什么啦，好了，赶快睡觉了，我去找妹妹。晚安。叛逆的小蠢正在进行睡前驱除恶灵的仪式。谢爸爸在看报纸，谢妈妈发现这三周的用电状况不太对劲。这里是台电影音网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